我们今天入住礁溪的韩沪酒店。OK， 我们已经进来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入住的是行馆，因为它有分酒店跟行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刚已经在楼下有吃一点小点心，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都还没吃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房间。好 ，Let's go。来看一下，房间很大哎。看，超级无敌辽阔。哇！我超喜欢它这样子的摆设。哦，老板，你看这个。哦，对，我马上可以叫鸡排来吃。你看，有 Switch， 哇、Switch， 哎，哇，还有四人哦，四个摇杆，在家里，对，健身环。我第一次看到饭店里面就有 Switch， 对，对啊，通常都是楼下有设施，对，通常都要去借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应该自己带游戏来。我们今天入住是望月阁的四人房，有两张双人床，啊、这应该是 Queen 吧？我觉得它就是 Queen size， 很大。哇，好赞哦！哎，他直接这样子透过去，然后直接在那边弄个沙发。对啊。那感觉空间很大哎。而且这沙发很舒服。对啊。这个卧榻我好喜欢哦，这个可以直接睡在这边。对啊，这边可以直接睡，腰颈不错哎。不是，爸爸吃鸡排在这边放这边。哇，好赞哦，可以哦。哇哦，这还有一个阳台，很臭吧？对啊。但是现在有点冷，就是。对，现在有点冷。不要出去，不要。哎、欸，其实外面还好。对啊，就是刚刚来的。桃园比较冷哎，其实这次寒流来，桃园是最冷。对，我觉得寒桃园好冷，还不错、啊。因为它可以走出去啊，这样视野看起来也很棒。对啊，还不错，而且旁边就是老街了。嗯、啊。所以我们爸爸今天晚上好像出去会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很方便啊，很方便。我们不用再开车，应该走路就可以了。那冰箱有没有东西？好多。哇。哎、欸，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免费的。不、欸、啊，上次几句就喝点，然后呢？须知，没有奖应该就可以喝了。对，没有奖应该就可以喝了。这边还有什么嘞？哇，它更衣室也太大，很大、啊，很大哎。爸爸不是，我行李就直接放在这边。对啊，来这个，然后呢？哦、这边是我们家的浴室，跟比我们家浴室还要大。Oh, my god！ 哇，这个很夸张，超级大的，哇。哇这边泡温泉，那再拉开，边泡温泉边看风景。哇！你不觉得我们家的设计可以用成这样吗？厕所也很大。哇，好高级！哦，自动打开的。洗手啊？它自动的。它那泡温泉的地方真的超大，应该是我们目前看过最大的。目前看过最大的。应该是。我想一下，对，目前看过最大。应该是目前看过最大的。所以它泡澡跟上厕所的地方是分开的。那开始撕裂起来。OK， 我来试一下他们的床。哇！哦、他们的床是软的，对，超软，是软的。这种床的软度就跟我们家比较像。对啊。啊、哦。比我们家还软。哦。我们家。你看。我已经能想象我们今天晚上该多费了。对，我也是。那我们这次来会住两个晚上。对。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尽量体验饭店，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在这边附近晃一下。4天3夜。对，小牛要自己挑。这我用的经济方便。这边的东西都很精致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觉得那个好好玩。可以自己挑。阿爸，姐姐也帮我挑，你帮我选一种。我现在可以喝，我今天不用开车，可以喝一点。糖糖饭，我用空肉饭。因为讲、爸爸，因为你讲话都吃螺丝，所以我要给你挑螺丝起司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会不会更吃螺丝？这里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有寿司，你有拿寿司了吗？我不想吃。不想吃寿司。早上开吃了，怎么肚子饿了？你是想念阿妈煮的空巴吗？阿妈煮的都很好吃，那阿妈下一天就煮，我想要过年回去煮。叫阿妈煮。是啊。好。发现。好，回去打麻将的时候就叫阿妈炸咸酥鸡给我。你看，你直接帮我调的。其实他只有可乐。要开吃的吗？对，我想先吃这个。你看我们这个位置多赞啊！你看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对啊，这个闪烁汁。我要吃这个。菜是软的。
吃的超好吃的，真的、哦。这一款我超喜欢，超喜欢吃的。我好喜欢这个，这个很好吃，要不要拿吗？我也来一碗。这个很好吃。我来。哇。哇。哇。我先吃吃啊。啊。怎么样？形容口感？没有。生鱼片，看它有没有新鲜。生鱼片很新鲜，吃得到那个鱼的鲜味。好吃。好，帮姐姐扒一个。哦。在这里吃饭，你要学会怎么扒。妈呀！他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下回。有我啊！哦，超好吃的。栏目太赞了吧！自助餐有够强，不止东西多，好吃，然后又精致。对。你想的好好喝。五千哦。三千呢？各自桶，当然会痛吧？没有痛那么多。这个肉多，这个肉香甜。葱肉很可以吗？好嫩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像阿妈煮的、欸。对啊，超像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很像阿妈。而且阿妈煮的葱肉有一点花生味。啊，对，阿妈会加花生。对。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这个就有。你怎么会那么厉害？这样花生味你也吃得出来？吃得出来。我看在第一次。彤彤又帮姐姐弄了一个松叶蟹。对。哇。好好彤彤越用越完整哎，好厉害哦！看它甜点，看它甜点很精致。你老大刚好拿章鱼餐，那种好吃。干杯！今天我们入住阿木酒店。耶！嗯。我现在是在酒店这一栋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游戏区叫做热未央，怎么样？欢迎。嘿。呜呜呜。嘿。这太陡了吧？来播电影哎，大荧幕，哇，好冷 ，Oh my god！ 我们是住对面那一栋，然后这一栋是酒店，对面是行馆，我们去楼下泡汤，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他那个汤看起来很凉。啊，我说了，我换好衣服了，去泡汤。Yeah。 看汤的拖鞋，还有衣服。OK， 因为里面不能拍了。对啊，泡完之后再跟你们分享一下。OK， 待会先走。好了，泡完了，怎么样？他那个造型真的很日式哎，我那边就是照一个假山，然后有瀑布这样子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可是我那边很简单。对啊。我那里就好像一个大浴缸哎。好的啦。好。因为饭店说他明天早上会男女双双嘛，看到的风景又不一样。对。泡起来蛮舒服。对。我泡一下就冒汗了，然后我就去洗澡。因为姐妹她们不想泡，我就帮她们在饭店的房间直接倒温泉水给她们。我刚刚发现她温泉水水很强哎，真的，超强，水量超大的。对啊。哦呦，好冷。哎，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:12。对。刚刚约那两个姐妹想说出来晃一晃，她们不想要，她们宁愿在饭店里面耍废，我只好跟我老婆出来晃晃了。所以不好吗？就当作是去日本住温泉饭店出来走走不好吗？可是有那个日本的既视感哎。对啊，你看，他们用得很漂亮啊。多漂亮啊！这温泉街。对啊，而且还比较热闹哎。很热闹啊。那么热闹。对啊，这走出来就很热闹，就是市区了、啊。而且它这边离那个老街很近。对啊，老街很近。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郊区温泉跟花季，然后到3月1号，走出来就很热闹啊。这边不会蛮多人哎。哦。这边应该是郊区最热闹的地方了吧？那我们在等我们的卤味。对，我买了250块的卤味。那个卤味是很多人排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。对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对，店面看起来不怎么起眼，但是蛮多人的。对，想说应该在地人或者是观光客都知道的店吧。好，就应该不知道。结果是因为离饭店最近。看蛮多，应该不会那么瞎吧？我是看蛮多人骑摩托车去，应该是在地人的。哦。如果走路，应该就是住饭店的。对，哎，有道理。宝贝们，我买宵夜回来了。买宵夜回来了。耶！Happy 我们要点蛋糕。嗯，不管去哪里都要吃蛋糕。
空山沟要去港了。我去哪里都没吃到。好吃吗？应该是好吃的。好吃的。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:24，我们刚吃完麦当劳还有宵夜，再上来母女俩又在耍废了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了，我们差不多要睡觉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